2020年1月3号星期日下午2:57，回岸杯 B 级全国青少年排名赛，西乐男双会外第一轮，林柏俊、萧瑞廷、国三、林柏俊、国三，14岁，现在正在热身。
国政、李宗佑、曾立成、赵丁君迅速向巡场裁判报到，请十四、十六人双晋级会外第二轮选手请注意，我们下午的赛程会些许的提前，所以请注意大会广播，谢谢。
王子弟第二球场出生。
的。
我有叫完吗？我玩的很开心，应该是上回有叫完。报告，刘一鸣、陈子策、郑皮祥、邱德乐，请改至第八球场出赛。
上。你知道他可以回家吗？到底在哪一场？我看、啊。哎、欸，要不再来不看了。打出去了。还没。去捡啊。比赛结束。